你看打扫房还没开始哎，政府还没有实施哎，连施行细则都没有哎，然后这些地方就已经吓得屁滚尿流，就是虚涨。好，虚涨很重要，因为它虚涨就代表你就不要去接它。如果你它虚涨你还接，就代表说这个地方的行情被你拱高了，要非常小心。好，首先呢，你看一月份马上跌的地区，估价师工会列了20个以上的地区哦，那最多跌最惨的，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份，才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